瓷器都是一直在说吉祥业，迷信去除掉，我们投入人间呢、啊，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。看到了南非的一大群听来的话，他要传给年轻人，要用什么法来传啊？用戏剧演啊，变啦啊，要安怎？他们的实行啊，总是巫师，还是呢接受巫师的治疗。但是有的志工就用智慧辅导，要他去看医师。后来自己这个病人自己想要正信不迷，真正的专心吃药，就这样啦、啊，就身体康复起来。可那他们还是一片精进的心，我们有这么庄严的道场，能不精进吗？但愿呢，要祥和社会，人人有机会闻到慈济，人人有机会点滴呢来付出造福，人人有机会呢投入志工，这才是呢社会祥和。